我鼓励你奉献。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，但你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就承认，这就可以进到天堂的门票。耶稣成为我们跟世界中间的桥梁，这是不是一件很 easy 的事情？对我们很 easy， 但对神来说却不 easy， 因为他已经舍下的独生爱子。跟你旁边说，耶稣是我们跟天堂中间的桥梁。但是我们现在如今还活在地面上，你知道吗？属灵征战是一辈子的事，只要你活着就有征战，因为仇敌他一直都在吃把费，借着各种方式在地上在诱惑你。这我上次有讲到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以这些执政的掌权管辖这幽暗权势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如果喜文哥今天讲属灵征战只讲一些赶鬼怎么赶，然后赶要怎么样步骤的话，我其实已经只是在处理人的结果而已了。但其实一个人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，让恶者的权势进到他心里面，或者是今天魔鬼的谎言可以对他说话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有想过举手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边的原因，没有在呛人啊，但在鼓励造就劝勉。我们现在祷告好不好？谢谢 Keep Go， 感谢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今天让我可以站在神的家里面来分享属灵征战的第二段，挪移的帐篷。主耶稣，让我们来更多来探讨，为什么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相信神的儿子的儿女，还会遭受到破坏，或者我们怎么样趋吉避凶，或者我们该怎么样出与入行事为人，才可以让我们活在神的保护里面。请你来教导我，也求你祝福我的家人们，或祝福我的学生们。他们可能很疲倦，他们放假的第一天，昨天有熬夜打电动，没有关系。这时候让他们今天的耳根子都 立起来，让他们心都柔软，让他们能够感觉到我今天所分享的不只是神的话，更是天国来的道要进到他们心灵里面，让他们真是火热起来，对于神的话是有兴趣的，而不只是着重在圣灵的功上面。耶稣，让两者必中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。祝福我的家人，教导我，奉耶稣名说阿们。跟你旁边说，今天神要对你说话。你知道吗？这些提到的血气，血气提到在希腊原文是肉体跟血的意思，也可以说是你眼睛所限的。Joseph looked by his， 算了，不要讲英文，英文不好，就是肉眼所见的血气的，而文中的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权势的天空属灵气恶魔，指的就是天使以及魔鬼等天上的灵体，是超过你眼前所能见的。我们生活中常会经历到一些力量，是在力量的对决，它不只是人，譬如说不只是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些真的，譬如说我跟妈妈吵架，明明在吵我不想吃鱼，然后吵起来，可是会感觉到就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一种怨念，就是你只想控制我。母亲就感觉到儿子的怨念，就是我儿子一直被逆。我们在吵鱼，可是彼此感觉到不只是鱼，鱼只是一个引爆点，我们吵的就是你一直都不听我的话。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还是这整个很常发生在你们家？我会为你祷告，因为我也曾经成为那悖逆的儿子过。所以呢，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诉说力量是什么。美国有一个回天家的这个圣经学家叫做 Walter Wink， 我尽量发音正确一点，下次要找一个来帮我读经的。圣经时代的人们尚未受到政治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及人类学的启蒙，但仍可感受到当时时代的政治力、社会力、经济力或是文化力的冲突。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适当的言语，所以他们有了神话性的譬喻，例如天使跟魔鬼。天使跟魔鬼有没有可能在圣经里面，他们记载这些力量的对决的时候，他不只是真的在记载国与国的征战，他们也想表达一些事情是在灵界里面的，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有可能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圣灵是神力量的展现者，大家同意这？我先讲一个定标，定义，圣灵是神力量的标志，左口笨舌。圣灵是神力量的表现者，在个人还有团体当中，我们都感觉到圣灵力量。尤其在前一阵子，我们周五崇拜，你有没有觉得进来会堂的时候，你有感觉到圣灵的力量的？请举手。你不只是感觉到圣灵，是感觉到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。你有感受到？请举手。Holy Spirit， 要变 Ico 老师的 Holy Spirit。哎，谢谢你的雅文。举例来说，这个力量的部分。摩西呢，他原本在经上说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，还找了一些 icon 来，但是当神的力量
他在看到荆棘燃烧的时候，神的力量进到他心里面，他能言善道，他80岁，他还可以带领200万人出埃及。这边有谁80岁还可以带个旅行团的，请举手。200万人旅行团，200万人都是男人，还不含200万的小孩，跟我有两个小孩就快被我弄死了，让我带200万人旅行团。如果不是神，真的没有办法。神的圣灵真的在摩西身上，你相信的举手。阿门，阿门。那究竟我们是经历了什么样的？你看，像圣灵也充满在喜文哥，或充满在我本来也是。在很多道德上面有是有瑕疵的，我也是慢慢被圣灵鼓励，也不再出口成章，不再骂脏话了。阿门。如果认识我久的都可以相信，阿门好不好？阿门一下，阿门。你知道圣灵呢？他补足了人的需要，可以完成神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动的工。我知道我有时候讲话很大声，因为我很激动，不好意思。但是圣灵他真的可以去完成你生命当中早上。中午白天就是每一个当下他想要完成的工。他可能会跟琼慧姐说，琼慧姐去帮人祷告，因为我想要祝福那个弟兄他身体好起来，然后琼慧姐就顺服了，圣灵就透过琼慧姐让那个弟兄的病得医治。我觉得是有可能的，我可以讲很多的见证，但今天不方便讲，你们要听找时间再来找我。到底我们可以经历哪一些方面的更新呢？身体力量可以是体力，在摩西身上，也可以是知识，也可以是情感，也可以是意志，在我身上。我下定决心，我不再让这些嘴巴就是出那些让人难过的话语。阿门。所以我也是来祝福大家，求圣灵的力量可以充满在你们身上。你们可能觉得自己是很没定性的，看到手游就手就会摸过去的，看到 IG 就想点进去的，就是3秒钟、30秒就自动拿手就好。奉主耶稣名祝福你，你们等一下就会自动把手机放下。In Jesus' name， 阿门。回到属灵征战的地方，那到底什么地方会发生属灵征战呢？它会在个人的层面，就是你的知识、情感、意志，这个就不多提了。我们个人回到家，礼拜五晚上做完了圣工，滑滑电脑总是会不小心会跌倒。我在讲是我过去的光景，如今没有了。还有在群体的层面，可能在政治层面，我很震惊，为什么这么喜乐呢？政治层面、经济层面，在社论的风向、社区媒体的火红话题，我想举个例啊，最近有什么社论很 ？OK， 前一阵子有没有看到新竹有个逆子烧死全家那个新闻？你看完很生气的举手，你们都不生气啊？你看完很生气的举手，还是没听我在讲？好，我先放下。我发现新闻很有趣哦，他会去讲这个柜子，他放我烧死人。这个柜子从小读书就不爱读，这个柜子小时候就被记过，他就在强调这柜子做很多糟，然后我就越看越生气，就发现不对耶，这个新闻一直在播，我越看就有一股火上来。我不是说鼓励大家不看新闻，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新闻他一直在诉说那个犯罪的过程的时候，你会不由自主的被勾起那勾恶，被勾起心中的恶。你们听得我在讲什么吗？你们还听得我在讲什么？所以你们要谨慎，你们听你们看的东西是什么？因为每天仇敌魔鬼都像吼叫的狮子在向你们射假信息，只要有一次勾到了，你大概就进去了。所以这是祝福你们。今天想更多的来讨论一些关于在文化跟价值观的部分。今天在社群的网络啊蓬勃发展，我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学生时代没有手机，我们最棒最棒的东西叫做 Game Boy。那我今天没有带来，我也想买，但 买不到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学生其实是有网络啊，有这个非常迅速可以普及。我今天还在跟学生聊说，到底哪路网络最快？他说 7 很快，而且还免费。所以呢，我就发现，其实我们的年轻学子们，不论从3岁、1岁，我儿子会滑 YouTube 哦，而且呢，我只要打个 keywords 叫做 Animal 4K， 他就自动去连旁边的 Elephant。还有长颈鹿什么点点，他就看一看，就这样，呜呜，这样看，我就发现哇，小孩子是不是天才？是3C 太厉害了，他自动去找这些东西。我觉得3C 很好，我先不讲这些，但是我想讲的是，到底我们每一天划过多少东西是好的或不好的，要怎么定义呢？你到底在吸收什么？你像个海绵，到底在装什么到你的心房里面呢？是神的话，我不是说你们都要读那个
顾 TV 每天看24小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你到底在让什么内进到你的心坎里面？我过去在上次的讲到属灵征战部分啊，我提到了一个，就是许文哥以前很喜欢听70年代的音乐。你知道你听到那音乐的时候，哇，真是很喜乐。我看到那个后面是元兴哥啊，那跟我同一个年纪的，我们都60几岁的人，超爱老摇滚的。所以像那时候我很喜欢一个乐团，像 Yes。我告诉你，喜欢一个乐团的时候，你会喜欢他为什么写这首歌，你会喜欢他的美术，你会喜欢他的哲学。你会喜欢他想事情的方式，你会喜欢他讨论政府的方式和政治的方式。这个乐团是70年代，他们那个时候是有 background 的，有越战的缘故，所以年轻人就反战，噼里啪啦，今天不讲。但是我想的是，这个乐团他讨论很多是东方玄学、曼陀罗这种那种部分的，我今天也不讲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好喜欢哦。另外一个乐团叫 Pink Floyd， 这首歌这个专辑叫做 Wish You Were Here， 他们是吃嗑 LSD， 他们就是嗑大麻写出来的首歌，可是他们就在怀念他们吉他手发疯的，是这样子。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说，音乐这个创作是这个人生命精华的呈现，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你听下去的那个年代启发这个乐团的灵，也会启发到1997年的我，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1972年启发平克·弗洛伊德这个乐团的灵，我拿来我听的 I enjoy， 然后那个灵也会同样对1997年的陈学仁说话。听得懂我为什么吗？因为 open mind， 我打开我的心让他对我说话。那你们今天对什么东西打开心？ NBA 寇家威， NBA 的你出去没有啦，开玩笑开玩笑。你们到底今天允许你们心敞开到什么程度，让什么东西对你说话呢？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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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吗？价值观会开始去挪移。你就像我今天的题目挪移帐篷，为什么我今天要挪移帐篷？这个是有故事的。今天经文比较多，许文哥来念，你们可以看或听就好，但是我希望这些经文可以进到你们的心里面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，就他们邻居。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，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：哎呀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往左去。罗德举目观看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所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前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那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最大二级。这个故事后面把它中间一段，那我跳过了。好像就是罗德就住到靠近索多玛俄罗拉，然后呢，然后神的使者来，因为那个城犯了太多的错事，所以就要灭掉那城。然后呢，天使来就把罗德一家拯救走，可是他太太回头看就变严重，所以最后逃出来只有罗德跟他女儿，你们只要记到这边就好了，其他的自己回家读经。OK， 跟你旁边说回家读书，大声一点好不好？回家读书，不读书面目可憎啊！回家读书，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。回，很鼓励啊！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大家就记得逃离开索多玛跟俄摩纳只有三个人，是罗德还有他的什么两个女儿，他们呢就躲到了附近的山上去，躲到山上也没有人可以靠近他们。他的大女儿对妹妹说。哎，我们的父亲年纪大了，这里又没有男子可以照世上的习俗娶我们，不如我们灌醉父亲，然后跟他睡觉，接着他替我们一家传宗接代吧。于是他们那晚灌醉的父亲，大女儿进去和父亲睡了，他什么时候躺下什么时候起来，罗德完全不知道。第二天，大女儿对妹妹说：昨日晚上我已经和父亲睡了，今日晚上我们在灌醉他，你可以进去和他睡。
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着父亲传宗接代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又灌醉了罗德，小女儿进去和他睡了。他们什么时候躺下，什么时候起来，罗德完全不知道。这样，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父亲怀了孕。有点重，对不对？你就看我没嬉皮笑脸。你们还记得前一段亚伯兰那一段吗？长话短说，亚伯拉罕蒙了神的呼召，出了乌尔，罗德也替他同去。我可以回上一页吗？对不起，很少用这个，太高科技了。简单来说，罗德他所得到的牛群跟羊群，某种程度是他的叔叔亚伯兰帮忙的，就很像跟着一个叔叔，然后他的牛羊增多。然后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两个的手下，他们的商人有的一些争执。那他们因为是游牧民族，所以呢，那些羊群、牛群其实是他们的财产的来源。大家有些这个背景的思考，亚伯拉看出了问题。牧人的主人他其实是可以约束的，叫他们退让。但是今天争端发生的时候，真正要去解决就是真的钱财太多了。如果这个钱财会造成纷争，甚至看过财务重于亲情的话呢，这才是造成同住的困难。所以呢，亚伯兰知道在外邦人他的邻居迦南人跟比利洗人面前相争是不好的，所以他就跟罗德讨论，只要你往选哪边，我就往另外一边去，不要因着钱我们亲戚们真的是撕破脸难看。罗德的眼睛他只看见了约旦河呢，像美好的滋润的园子一样。他看了看他旁边原来从小带到他的叔父，他很怕可能在财，就是在羊群部分会，可能喜文哥只是我自己在解读，我自己在灵修解读，你们可以在那边解读。罗德可能觉得在牛羊的照顾上面，他想要更周全，所以他选了一个比较优渥的土地。那当然亚伯拉罕就选另外一边，他们没有因为财的缘故，他们起争执，但是罗德他的眼目这时候就转向了钱的部分。你们还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到了后面，他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跟这俄摩纳大城。慢慢的，罗德他可能看中这个钱的部分是比较高的，以至于他想要更容易的在商业上面取得成就。再来，他就方便就挪移到那边去。我们华人讲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当他选择看重财富胜过看重关系跟上帝的时候，他的内心会被财务充满。他挪移完帐篷，这个钱其实是没有不对，这钱没有不对，但是呢，与有相同信仰跟价值观的人在一起，跟有就是跟不一样的人相处在一起，我想跟你分享，真的会有一定程度的会有一些调整的。这也是许文哥其实是很体恤学生们，因为我们周五崇拜了不起多久，3小时，小组4小时，唱歌小组5小时，因为还去吃宵夜。但我的意思是说，5小时跟5天，你们学生们在学校5天呢，我们在教会只有5个小时可以安慰、造就、劝勉你们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能把种子放在你们心里面，到最后可以在你们心里面做工是圣灵啊，真的是圣灵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期待圣灵来，不是圣灵来啊。不是这个东西，是圣灵要进到你的心里，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可以成为你的保惠师，对你的生命说话，他有求必应，有问必答，而且他用说不出来叹息在外面祷告，而且这圣灵极深极恩的爱你，而且他无所不能， He's a powerful Jesus。 真的愿神祝福你。但是我今天讲完你们就觉得、啊、那怎么办，这样吧，没有，还有一个美好的相对案例，看一下，再来一个 ，Come on，Daniel， come out， 带你出来 ，In Jesus name， 带你却立志不以忘的善，在带你书第一章，带你呢，他是一个，那个时候巴比伦把犹太国消灭了，然后他们的王就说，哎，去找一找那些柔美的、啊、卓越的、有智慧的，就是像昌哥这种人，我可能不会，我可能去挑砖头，就是要挑，把他们挑来。他们要在王里侍奉，他们要在宫殿侍奉王。戴利被挑选上，他立志不以王的善跟王饮的酒玷污自己。他求那太监长说：“太监长，我的生命和我的身体是属乎耶和华，我真的不能喝
也不能引有王的东西。神也恩待他们，你们可以去读这一段第一节，我直接讲长话短说，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但以理，他跟他的朋友们有聪明知识，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跟梦兆，王拷问他任何事情，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达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，好强哦！哎，我们讲一下，你今天的智慧是比台湾的榜首再聪明十倍，那什么意思？还是满分的？那我的意思是说，聪明十倍，我有难想象哎。来问一下了，这边，聪明十倍什么意思啊？思翘哥，可能考联考只要三秒钟可以写完吗？没有了。我真的不太能够想象聪明十倍什么意思，聪明十倍我不晓得，但我还蛮想要的，因为这样感觉可能在经商啊、投资股票上面可以有神大大祝福。哎，出发点都不对了，愿神指责我。但我意思是说，我现在想但以理他能上，我想邀请他。巴比伦是一个多神文化的信仰吗？狮子哥对吗？巴比伦是 多神信仰的文化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有去稍微查考。你们想一下哦，假装尼布甲，好，尼布甲尼撒王在这边，哎，有个五块，我的钱。尼布甲尼撒王在这边啊，我是但以理，哎哎，来你来啦，你来一起陪我当术士。假装我是但以理，然后他是某个教的教主，然后我们好，我们敬拜完了，啊，不要你当但以理，我当教主，然后我就这样。我要干嘛？哎，但以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庙来，我们昨天的那个庙啊，新进了一批庙祝，哎，你要不要来看一下？年轻的哦，印度来的，被气化埋吗？妹妹，你回去坐。我在想，但以理会说什么？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讲的可能很荒谬或是很滑稽，但是你们知道，在古代的偶像的殿堂里面，与女子交合是会发生的事情。那你想，但以理处在这么多的同事当中，他为人应该不会太差，一定有人会说，哎，但以理一年呢都没有来拜访我，来啦，按起来灵柩子呢，但以理竟然都没有苟同，都没有去过，滴酒不沾，简讯也不回，不读，到什么程度但以理可以这么样的保守自己的心？你们去想想看，我常常想圣经里面很有趣的，我就想到，哎，约瑟搞要见法老，我涂的浓妆艳抹啊，比我们现在这样的。真的，你们去想一下，不要经读过就没了，回去要读书啊，弟兄姐妹们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回到我自己高中的故事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。你知道，在其实教会外已经有很多的智慧，很多的学说，很多的观念跟很多的价值观，真的很喜乐哦。我等于说，教会其实教会外就那扇门后面，乃恩，你帮我把门打开好不好？对对，就你，乃恩，对对，就你，请帮我把那个门打开。我跟你讲啊，教会外面有很多的价值观学说。哎，有人要记得聚会，有那些我的小组要讲，教不用关了。教会外面有很多的学说、价值观，跟很多的观念，跟圣经超级不一样的。哎，欢迎你，瑞奇来聚会。但是你们出了教会之后，你们到底把神的话放到哪里去了？放在卡恰比亚的后面吗？放在口袋里吗？放在你们手机里面吗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提醒。我今天没有在台上捶桌子骂人，但是我要鼓励你。我们出了教会，你的脑袋就是刚听完但以理，哦，他不去别人家，他马上说，哦，那个下礼拜考试不来教会。这两个观念都在你的脑海里面串来串去，串来串去。我们到底要允许我们的心里面要充满什么样的价值观、学说、观念？最简单的，我回到家。我的阿嬷，她煮了一桌都是拜的食物，然后呢，她就说：“喜欢拿来加几的。”我就说：“阿嬷这是拜鬼的，不准吃。”当然这会起纠纷呐、啊，但是怎么样有智慧，这都可以讨论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家人们、学生们，其实有时候很多观念跟价值观，天天都在挑战我们的信仰的核心，都在挑战我们的信仰跟核心。但你自己要去慎选。你到底要你的脑海里面装什么东西？是装神的话语，
还是要装世界的道理？我没有说你必须装神的话，因为你们就坐在这边嘛，反正现在只有拿麦克风，我有话语权。但我意思是说，我今天是对你们的心在说话，因为我们不管再怎么样去装饰我们的生命，了不起就100年，但是你要去想100年后我们的灵魂会到哪个地方去。你今天可以很有把握说你会上天堂的，请举手。我举办，因为我自己都很谨慎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。你很有把握你会上天堂，请举手，举没有关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但是我也不是要弄个恐惧诉求，是到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该怎么样行事为人，出语入谈吐，甚至是与人的沟通呢？真的要从神的话来，神的话是你们脚前的灯，是你们路上的光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世界仍然伏在恶者的权下，有执政掌权管辖幽暗权势的恶魔在。我们相信耶稣之后，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，同时还有圣灵的同在，这两者并重。神的话它是应许，它有很多的承诺在你里面，但是你也要有圣灵去把这些应许把它实践出来。简单来讲，我觉得这就是神的 promise， 可是你要去 fulfill， 你要去执行这些 promise， 要借由圣灵同在的力量。我再讲一次哦，神的话里面有超级多的应许，超级多的应许，超级多的应许，但是你要把这些神的应许实践出来，需要圣灵同在的力量。我们当中有些人非常多的应许，没有圣灵的同在，不是没有，是不知道。有些人很多圣灵的同在啊，问你要实现什么应许，不知道，继续在这样子。没有，我是比较 dramatic 一点 ，sorry， 但真的不可以跷跷板偏来偏去，要好好的让自己的心被神的话还有神的灵装满。今天在敬拜团的时候，我跟干事长一个礼拜跟他讲说，我要用狮子和羔羊这首歌来做敬拜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基督徒是在打一场已经得胜的战争，只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可以胜过一切。耶稣这两个字胜过世上的一切。你去什么庙啊，宫庙里面啊，可能会害怕，甚至我今天才有个学生传给我一个巫师在骂基督徒，我看一看就关掉了。我的意思说，耶稣这个名胜过世上的一切，胜过世上的一切。我们在打一场已经会得胜的仗，我们在打一场会得胜的仗。但是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现在喜文哥这38岁走到我100岁的时候，我可以确保我这一生的确是真的走在神的意念，或是神的所引导我的路里面。我还在每天很谨慎，好，帮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。谢谢敬拜团，可以上来，谢谢。